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摩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淡摩利约中尊，皈依正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摩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淡摩利约中尊，皈依正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摩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淡摩利约中尊，皈依正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好注第868页第一行，念落的一字，如镜莲花，这句是经文，下面念落。把这句经文的意思把我们讲出来，莲花这污泥离不念，佛经特别啊是经中的法门，用莲花来表法，叫做世界嘛叫做莲花世界。那莲根是在这个水底啊泥土的当中，在地底泥的这当中，泥呢是代表莲雾，一茎是在水里面，水的代表精，花呢是开在水面呢，代表两精两边都嘛离了。哪讲泥未当去染污，水嘛未当染污，两精拢未当染污。这意思是讲善恶邪正，这下拢嘛未当染污自性。都未当染污真心，就这个意思。莲是泥中，表不邪众生。众生在念污，此水花开，一如菩萨离垢清净，故曰离念污垢啊，如净莲花。那的念佛，常常想到念佛，希望会当得到什么？经对上有甲咱讲，希望回归清净啊，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
清净平等觉是自性，回归自性，回归真心。那回头咯，要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台人接物。爱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生活、去工作，这叫菩萨心。这啦，都是菩萨的离垢清净。这是第一个比如，下面第一个比如。如尼姑书，尼姑是梵语，是树的名称。中国无这款树啊，改伊啊，梵作啊，无这树啊，这个树无节，种公树。这个树树荫真大，慧林音译第十五卷内底讲，此树端地不折，圆满可爱，气地三丈五，红有枝叶，枝子密实如柳花枝，中国无此树。慧林是唐朝时阵的人，称作东国，由最后报应经法，尼姑一修，管理十里，依报宏愿，福六十里，依秋相继数千万福。经内底是安尼讲的，有可能无？咱以详细来甲看，表法的意思较侪，才讲会通啊。啊，那是用实际去找一张树。在一个所在，人找一张管有二十里，挂咧有六十里呢，找无这款树啊。现在无啊，佛陀在世嘛，无可能有啊。可能是张大树，这个是肯定的啊。这张树啊，真大张。有阿维瓦蒂啊，亚经，这来对嘛有讲到，伊讲灵印摩巴车，就卡内当用的摩巴丁车，古早时阵买车。我讲这张树啊是最上偌大，但是咱若去想到原始森林，啊，澳洲不准的真多啊，地大人少，原始森林的树啊，确实是真高，拢嘛是。几千年以上呢？这个森林内面只有一种树，所以也面积真宽了。啊，今仔日这个树拿的来对呢，用着五百辆汽车也无问题。啊，我用这种的解释啊，就没有疑惑了。
你经顶面嘛，甲人讲，风雨雷主，物以均分啊。物树木，确确实实，森林一片森林，一种树啊，也伊无其他的树啊生伫内底。那像是一个族群，伊个面积都真大咯。方圆啊，几十公里啊，这个澳洲常常会看到。咱唔通甲伊看做一张树啊，看的是这个类，这个森林吗？按你来解释，都袂产生啊疑惑。确确实实，伊下当覆六十里，这大个这个面积。古文福音大国，不得带这个地主，这种大树卡都是啊，因的道场，定定伫这款所在讲经说法，诸如菩萨有诸众生。工作必应，这就是咱今仔日讲的救护啊！众生靠啥人呢？靠菩萨啦！菩萨来帮助咱，在现前，社会动乱。地球的灾变真多，在头前28品，尾后佛甲咱讲：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咱若拄着急难、恐怖，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阿弥陀佛教导人，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这句话非常重要，希望大家时时刻刻记在心内。但遇到危险、遇到困难的时阵，咱知影讲要安怎化解。平常啊，念好求生净土，都爱改念观音菩萨呢，唔免啦，也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但急难啊！恐怖啊！佛劝咱就要念观音菩萨，平时无念阿弥陀佛的人，对来讲，因为经内面讲得真清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呢，发菩提心。以向专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这个咱来会记得哦。咱若是拄着急难、恐怖，咱念佛，唔通甲外面的境界放在心内。用清净平等心专念阿弥陀佛，问题自然化解。咱对这个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下面一句，如金刚杵，这下拢嘛是比如金刚杵，凡物法界罗，原为印度兵器，和印度兵器里面的一种，密宗来用作法器，用伊来表法，表见来之智慧，代表不济智慧坚固宏来啊，就这意思。大力经说，第一关佮讲，法界罗是如来金刚地印，金刚地印，咱个参考资料内底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伫第三页，金刚地是啊。佛的智慧啊，玲珑经上有一句讲：“金刚地释迦牟尼佛。”啊，地印呢，就亲像人有印，就得立国，以不济之地为印，即得立啊，实相之力。五岳地印，啊，印代表印心呐。啊，建立一个国家，像护照同款，护照顶面一定要印印啊，才有算。这个印啊，都是给你做证明，你会当通关，出这意思。无啊，这智慧。因力是上之力，是上之力，就是真如自性，嘛叫做法性啊。所以不这智慧啊，比如做金刚地印啊，出这个意思啊。第二意思呢，又如。印刻判物的之精微，以地为印，地灰会让辨别假正是非，迄、那个地灰叫做地印。啊，要有一个意思，这密宗呢？大力均印不同之减印，大力如来就来对体的法器，这个法器是代表金刚智慧，证明来已经的地界。啊，实际上，佛菩萨形象，敢无这的法器呢？无啊，这个法器是塑像的时阵做出来，为像的时阵为出来表化的呀。亲像四大天王、东方天王，就是体具白表化的。天王是不是手里一根教啊？拢体的无啊，仪表众多。南方天王手里提宝剑，也是表法，不是讲真正手里拿剑吗？这个、意思一定爱知影啊！自相为相，一定要给围出来，表示啊，菩萨啊，有这多智慧的灵，出这个意思。啊，为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
每一只手拢有一类目睭，每一只手顶面拢提一种法器。表菩萨无量智慧、无量德能，会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了解意思啊？玲珑经念诵仪轨顶面有讲，就持金刚杵者，表其正地犹如金刚，就拿着金刚杵，代表菩萨有金刚智慧。了解意思。有诸佛耀目，或不持金刚杵啊，念诵无有得成就。阿弥陀念诵的时阵，念经是对着经本啊，叫念经；无对着经本。念到真实，会当怀念，叫做诵经。诵经是无经本，就你爱提法器，提金刚杵。啊，无提着金刚杵，表示未能成就啊。金刚杵是代表金刚地，啊，是讲着相咯。我有提着金刚杵，无金刚地，会成就未？未当成就啊！有金刚地，无提金刚杵，会当成就未？会成就啊！一定都要了解伊啊表法的意义，这点真重要。下面讲。金刚杵者，菩提心机，应怀断雄两柄，结中道。这就讲得真明白咯，真清楚咯。佛经内底表法的意思，一定要知影。伫咧做法会这款场合当中。念诵的人，主法的主持佛法的，一定要提着这金刚杵，这表法的啊。那像舞台顶表演给大家看，老和尚啊，家己修行，伊提无，伊唔免提。那有无？伊真正有金刚杵啊？伊金刚杵无在手里。这爱怎样？那个老和尚啊，伊唔知这个仪轨啊，啊，伊唔识啊，啊，因为伊是家己成就。你知影定做发挥是做好，大家来看呀、啊。但用这个法器来表法，是出这意思。你一定爱明白啊！那理事宽容啊！那家己自立，注重在利，利他呢，注重在相啊！那众生着相啊，我有一个概念。要用金刚智慧来念诵，得功德。这个功德千里言之啊，是如如法如理，真如法，这是概率。啊，如理呢，心地清净。那金刚智是什么呢？是清净心。是平等心，
这是金刚。地呢？地就是降五，清净平等觉就是金刚地。啊，金刚土就是标志的意思诶。啊，所以大乘佛法是重实质，无咧重形式。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那这么多年来，无听人讲过。1999年。我住伫新加坡，甲拉丹啊总统见面的机会真多啊！头一摆甲伊见面，伊拄啊对美国转来，伊迄时是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也无做总统，阮做伙食饭。我甲伊坐斗阵，伊甲我讲，伊是印度人，是印度教的信徒，伊最佩服佛教，因为佛教重实质，无重形式。我当时啊听了后，非常奇怪啊，因为佛法重实质。无种形式是张阿大师甲我讲的，第日听到，无想到拉丹总统伊讲出来，啊，伊啊对佛法唔是外行啊，所以我非常尊重伊啊，重视即部的重形式，但是为着要教化众生。形式都真重要咯，迄就是戒律啦、仪规啊，啊，完全都是咧表法咧。舞台表演一定要符合规矩，无规矩咧不成方圆。啊，自利利他呢，就非常明白咯。金刚土是兵器啊，比如菩提心，菩提心是真行慈悲。啊，经论里面讲的呢，液体是真诚心，有两个作用，对家己助力是诚心，诚心佮听无，我常常用经题，显示大家较容易也明了，对于家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对别人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呢，真诚、清净、慈悲，这是菩提心。慈悲呢是利他，真诚心、真诚的爱心，清净平等的待人接物。他受用，对家己是清净平等觉，还是自利菩提心？助他两种的受用，一块断雄啊，两柄啊，断雄
断见昂是如定灭啦，无来世这个断见，这是错误呀。相见呢，人世来生也过是人，生生世世拢是人，到死了生生世世拢嘛是狗，这叫做相见啊，这嘛是错误的。啊，有来生无？有来生，人来生不一定是人，可能会变作精神，精神来生不一定是精神，可能变作人。这拢嘛爱看也因果报啊！啊，所以断见甲相见呢，拢嘛是错误的见解。智慧灵断啊，就是中午啊，十六个菩萨位，也表十六个空位中道啊。十六位菩萨代表这个十六空，十六种空，拢嘛是咧讲这个中道。那十六空的菩萨，咱的参考资料内底有啊。这是对佛学大书店里面揭露出来，密教十六菩萨代表啊，十六空呢？那十六空，咱个这个名称啊，了啊个念一个啊。第参考资料的啊，第五页十六空明说，一来空，第二是外空，第三是内外空，第四空空，第五在空，第六的性义空，第七有为空，第八啊无为空，第九啊毕竟空。第十咧无际空，十一咧善空，第十二啊本性空，第十三自性空，第十四啊一切法空，第十五即个无性空，第十六啦无性自性空，这是《本智经》第四百八十三观。啊，三藏法所来对讲这个二十种空，或者经常所讲的，这哎，咱免去解释咯。佛学的书典，三藏法所、教行法所里面，拢总拢有。那讲想要知影呢？会使去甲参考，金刚杵两边各五个，代表五佛、五地义，也表是般若蜜，能除十种烦恼，成十种的真如。辩证十地，故地金刚杵表金刚净地。那金刚净地的作用呢？能退魔君，断烦恼，得到成就。这个灵。关下面这三项代志啊，
眼前的社会，抗西是郭林所讲的法律无穷，政法的力量无弱，魔的力量强大。这个事实啊，摆在面前，每一位同学拢会看到的。啊，魔的众多，魔的坏正法。处在这个时代，最重要是要爱有金刚正地啊！金刚正地对于都未来呢？咱的修行功夫无够，无开悟啊！啊，开悟就好办咯。啊，无开悟时阵要安怎呢？经典啊，都是金刚地啊。那换一句话讲，咱若想要求金刚智慧，都上经典。虽然无真正证到，对经典内面会当得到一寡即个金刚地的相信，金刚地的相信嘛是有路用，啊，无佛菩萨啦，遐大的威德啊，有小小的作用，会当啊保护家己。然后有大威德，就会当保护别人。咱今仔日保护别人，这个力度无够啊！你未计啊，魔王话都，但是会当啊，保卫家己。啊，那是讲拄到一种状法门，个人。你某的势力 A， 然后求生净土，伊就会成功。啊，个人的成就，啊，而且成就的人啊，真多，互咱看到，互咱听到，互咱真多鼓励。那哪公是发大道心来扶持正法？啊，当然呢，最好就是啊，依教修行，对呀、啊，清净平等啊，到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迄个真正会当破，魔君长烦恼，这都是有大成就了。这是经中破邪执的意思。初一金刚杵。如诸菩萨金刚不遮啊之妙地，令破除一切不净之精进，从歹破的精进，
啊，念佛偌济念佛人，最后未当往生，境界无放下了。这是事实啊！真正啊，未当破是要安怎呢？未当破是要安怎呢？一定要在经典里来用功夫啊！所以古人的风范呢，读书清辩，一字自见，咱家这部经。对头到尾念上一千遍，会当啊达到自己自见未？咱来当讲，上君的人真正是做会到的，中等君性的人。会当大铁大五，会当做个大五，啊，君性敦的人，有免疫的能力啊，未去和外面呢，模仿外多所诱惑。读上经典的好处，咱也知影。要真正得到利益呢，必须对经论啦、丝毫怀疑都拢无咯。用清净平等心，一遍啊一遍来个读。读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啊，无量寿经念个真熟咯。啊，我行法师，我听伊咧读半点钟念一遍，那真正的不起，未失去，肯定得到念佛三昧，肯定开悟。啊，咱来问讲，我有法师敢有得到三昧，有开悟吗？我甲大家讲，拢无。什么原因？境界不放下，也发言后，全世界四国拢会找伊，伊逐工咧走，伊住伫倒位，住伫飞机顶面啊。名士相符，伊叫五行法师，达工都嘛咧行啊！哇，劝伊定落来啊，唔通去四界走。外面请了，伫个厝内讲经，甲公爹行过去，安尼就好啊。即几工，我听到。潮州社总的报告啊，一般的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咱来讲来是咧讲论坛啦，每一期啊，七天，七天。都会帮助别人转恶为善。二十一天帮助听众
专美啊，专美为我，真正证明讲，人那是真正好教啊。那七天呢？转落为善呐、啊，二十一天转美为恶。伊有课程吗？有课程啊。伊有课程表，有老师咯，无老师，完全用功德做成功咯。功德是法师的啊，化身啊，啊，真心无去用化身加共款的修的效果啊。啊，所以五行都要改名叫做五丁啊。什么所在想款的让去化身去啊？家己一定要定在一个所在，唔通叮当。年岁嘛大咯，真正有成就的，后面啊，方法的言发言书信，这啊真重要啊。对这个实验的这个效果，我会当肯定来讲，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会用下种这个课程，用国家电视台来播送，没请老师啊。那努力有相信，半年整个社会问题啊都解决了，人拢变好人咯，好人行好事啊，社会问题都无咯。今年啊，影响全世界，把这些功德配做各种不同的语言，上好联合国做参考，希望联合国推动世界和平，免阁开会咯，播上这些功德就好咯。会产生效果，救这个世界无困难啦、啊。咱对这个所在来坚定信心，证明诸佛菩萨的教诲是教下为先啦、啊。娱乐世界富啊，好在什么所在？阿弥陀佛为全国人民讲经教学无中断的啊！娱乐世界福源广大啊，阿弥陀佛用分身啊。咱现在的路上做成功德就是分身，也收到无比殊胜的效果啊！极乐世界找一个不善的人找无的啊，人人拢是善人。人人都在做善事，这一阵给人介绍
因做什么好事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极乐世界人的事业啊，无别项工作，咱来详细观察啦。在这部经典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无属龙共享，极乐世界无国王、无总统。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一个是学生，即系众菩萨因啦、啊。大分呢，伊冇三班，叫做世界有高级班啦、啊，是普通的菩萨，有中级班。方便土的菩萨有初级班，中级土的菩萨啊，三班刚伫一个大岗堂来上课，这个大岗堂内面的课程呢，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老师阿弥陀佛啊，一个人呢。我早年就想到了，那想到什么呢？办一个佛堂院，那下种这个理念，我伫20-30年前就会想到，一个人咧教啦，安怎教咧？用功德，这多年来留下来功德，我讲的经论有几落十种，学生学习，哎呀，一门深入，长时分修，啊，一个人有一种，我大概总共有50种，差不多。认真来学10年，大家都嘛是专家，大家都嘛是第一。学无量寿经的，就是无量寿佛；学阿弥陀经的，就是阿弥陀佛；学普门品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学地藏经的，就是地藏菩萨。10年专攻一项。啊，也得定，也开悟。将来啊，这学生的成就，大家拢嘛比我较牛，无伫我下面，有法度兴旺起来啊。啊，马来西亚的汉行医，扎里埃波，有将近20位，本地精忠学会会长来看我，我鼓励大家。啊，汉学是中国人的传统。
几千年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对个人修养、持家。但是只有第一个平天下，平天下这三字的意思呢，就是世界和谐、平等啊对待，和睦相处。平天下是这意思，整个地球上人类。拢会让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现在智慧方法啦、经验啊，拢嘛是伫个中国汉学内底。啊，代表汉学个啊，就是四科专书。伫外国是无底册啊。释菩提原则是人类祖先圣贤留下来遗产啊，无分族群，无分国家，整个世界人人有份啊。啊，马来西亚700多万的华人。是汉人老祖宗的后裔，有义务、有责任，爱家己啊，生团落来发扬光大啊！应该来做啊！我鼓励马来西亚的这些啊，正宗同学。咱大家都要来支持汉学院，这是啊，祖先的遗产啦。大家放心，尽心尽力，汉学院真紧呢，就要开工咯。将来这来对研究员，每一人专攻一门。现在是要救急的，要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所以咱的课程都定在啊，军事第一。啊，这部书是董太宗下令编辑的，结出经书注三类的精华，同调大同形式，都是靠这部书成就的。咱现在要培养这部。主的这个老师培养方法就是说一个人啊专攻一波时间是10年，在这个所在以研究员的身份，研究员是有台务的啊，那要供给给他衣食住行，还要照顾他的家庭，我也无何过之忧，你家来读10年书，而且研究完毕，都一去找，都是当地对汉学啊有兴趣的文章作，
无分国籍，真正想要来参加研究的，咱都欢迎。啊，研究员啊，选择的对象是花好的老师，伊有教学的经验，会晓啊读书，在那边当收集参考资料。啊，第一年是基本功啊，基本功就是读书轻便，这是基本功课。到家第二年呢，我就是希望讲，伊每一个礼拜有两小时的这个报告，甲伊那所学的来讲，互咱听上课。这个报告就要写讲义啊，讲义就是伊的著作啊。报告，咱的教学就是大粒影片啊，内面都用了一两百人听讲的，乐昌尊动啊，这是什么伊的性质？到十年的时阵，或者是八年、九年，咱就会当把这个资料送去国家的教育部去审查。那会当达到汉学复试的水平，请教育部授予因汉学复试学位。啊，这件代志我有甲首相讲过，首相答应咯，也同意。那提着汉学博士学位咯，伊会当伫全世界大学个内面去教中文、教汉学。啊，这个十年研究员的用用。这钱对都会来呢，我就想着讲，马来西亚的精忠学会，一个学会用一个研究员，马来西亚有一百个精忠学会啊，每一个学会持一个，问题拢总解决咯。啊，所以我希望讲有时间多多跟这华校来接触，跟这老师啊、校长来接触，希望伊呢热烈响应，主动来报名来做研究的工作。遗憾是十年，我相信三五年了后，马来西亚汉学就闻名世界咯，都会有真好的成绩表现。那我相信全世界研究汉学的人，拢会来这个所在来考察。来学习，这是非常好的信息。首相支持咱，啊，非常难得的姻缘啊，一遇难逢。啊，我对这件代志也充满希望。
还希望咱正宗的同学知影这件代志，咱来关心这件代志，和行情包括如些都。啊，所以这里面有研究佛学的，也有研究道教的。啊，国外的同学呢，咱在研究啊，如何提着学习的前进，汉学伊学习的前进，会当伫这边五六十年，啊，伫这边修就咱的道业，用咱这部经所讲的成就。金光智慧，贡献了国家，贡献了全世界，这是啊，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这项大事。刷到来看下面，如铁围山，一个小世界，以苏米山为中心，外面有八山八海，其最外围之山名为铁围山，又名金刚围山，其特性坚固，古文金刚。这是用铁围山比如菩萨的金刚智慧，佛经上跟咱讲这个铁围山，讲这个八山八海。你不是指地球上，是指太空。太空的气体像水同款，伊是伫咧流动的，比如做海。啊，这个山呢，当然都是青黑，亲像云灰黑。咱若看到云和黑的相片，这是对于天文望远镜摄落来，云和黑是旋转的青黑啊，这个青黑真大。太阳黑呢，就是内面的一个小小青黑。咱地球是随着太阳转，月亮随着地球转。太阳系是随着银河的转呢，这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单位世界，就是这地咧讲的一个小世界。那小世界呢，是以苏米山为中心，这个小世界是一个加拉型的，这个大星系啊，刚刚其实伊啊，中啊是碰出来，就两个盘合起来。所以，伊个中心顶下拢一个有相当的这个角度，愈对边啊去愈薄。太阳系就是伫这边缘，唔是伫中啊。佛经经常讲咯，亲像这款的这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都是一个温和的，一千个啊小世界组织起来都是一个更加大的星系，这个星系叫做小千世界，故以一千个小千为单位，集一千个小千变作一个中千，故集一千中千变作一个大千。这个大千世界呢，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释迦牟尼佛有滴的无滴的啊？伊教化的范围有遮大啊？伊用什么来教？化心啊，化偌济心呢？化无量无边心。啊，每一个世界伊拢嘛咧教，甚至讲每一个世界唔止一个心。咱的地球上，我讲的种族，我讲的文化，我讲的生活方式，用这个方法是袂当教的，无办法教。你都要用足多足多的这方法去记去立啊，你是一个众生根性都无同，那何咱深深去体会到啊？世界上有这多的宗教，宗教的教主是一个人尔啦。什么人？释迦牟尼佛啦。每一个宗教里面所讲的精神，那个精神啥人啊？是真如本性。佛教内底无讲真神，叫做真如，叫法性，叫做自性。那所以，在佛的境界内面，真正是啊，化身千百亿啊。用这个分身化身去度一切众生，只要见性，都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每一个众生大家拢有的，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专利。佛的华严内底有甲咱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咱会当成佛未？会啊，回头就成佛咯，放下就成佛咯。放下什么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用，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起心动念。啊，你就成佛了。啊，你本来是佛嘛。佛跟众生无差别。差别是都为差别的一个感悟，一个是迷惑。感悟是明了全宇宙的事实真相。人伊唔知影，啊，若知影就成佛咯。成佛就是真正得到大自在，
免讲别项，拄则讲个化身，会化无量无边身，会办无量无边的事业。啊，这个事业拢嘛是教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是教学的总方向啊，总目标啊。用什么方法来入心呢？用教育来做手段啦。教育的一定大生是，哎呀，新教啊，诸佛菩萨是以心啊作结，做出榜样来，和咱大家来看，咱啊都会相信啦。伊家人伊家己若无做到，咱未接受，未相信啊，所以讲伊拢做到咯。咱来甲伊学习啊，就对咯。法门，第二遍的法门啊，都是正宗。啊，正宗的法门，咱来特别感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真正不思议的大愿，帮助咱破迷开悟，咱为什么有苦呢？每一度有苦，按怎才会当去跌落？我呢都会跌落，所以特别开我啊，是因啊，离苦啊，跌落啊，是故啊。佛来帮助人，等究竟苦，会帮助人得到。究竟乐，这出世间一切教育，大成是究竟圆满。释迦牟尼佛，伊毋是神，嘛毋是仙，伊是人。那都要认识清楚，咱甲伊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咱称伊是老师、本师。你甲看卖，是南无本师啊，释迦牟尼佛，佛陀啊，教育的啊，创始人啊，佛陀教育的根本老师。啊，叫做世界根本的老师，阿弥陀佛啦、啊。那么当称呼伊是南无本师阿弥陀佛。那么是甲伊学习啊？为什么甲伊学习呢？释迦牟尼佛教导咱要向伊学习。那那个阿弥陀佛来啊，学习呢啊，都是听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释迦教咱都爱阿弥陀，咱唔肯听，这唔是好学生。佛安怎教我，我就安怎学。这才是佛的好学生啊。那佛法呢？个智慧，比如做金刚，啊，金刚经啊，都是代表。
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经的功要，大般若经的精华。啊，金刚能坏一切，你呀、啊、不为一切所坏，故以如不坏的啊。诸行是真的，不生不灭，因我拢无改变。即来对的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上好，啊，富量金刚的比如。将魔啊瓦多盖不能坏，将魔见地这一片头前人都给魔脑的主盖瓦多家如何告知我立多家行无地利之我家盖名瓦多啊，我都经论里面讲真多啊，主持记来都有讲，言我都者不修佛法，便行邪法啊。天台净明所，天台就是地家大师啊，净名就是维摩诘经。为什么究竟的注解地下大师注解来对讲天台净名所讲法华蒙界诸清华道梵伽经的集注讲心行利我故名华道故舍嫌疑来对讲学乖地理随诸蒙境不还累觉称为华道我都简单来讲，心外求法，这个心是真心，真心的外靠就是一个妄心，但有妄心呢，啊，就是外道啦。啊，妄心是什么呢？阿赖耶。那现在隆重的用蒙心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用真心啊，就成佛了。不用真心，用蒙心叫做外道。用蒙心也对记录到轮回啊。为什么未当出六道轮回呢？不肯用真心。佛法啊，对这件代志，讲起上界透彻，讲起上清楚。啊，能起心动念。那么计算别人，最后结果就是算到自己。为什么对什么多啦？为什么无要用真心去对待人呢？用真心待人，用真心来念阿弥陀佛，会当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这是啊，真正的大本意啊！一天未吃亏，慢慢成就咯。永远离开六道啊，啊是法界。阿弥陀离开六道，离开是法界。
杨医生，我定接唔到，好尴尬啊！王先告去到世界都接到咯，唔免家己修行啊！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无量劫修持的功德加持何难呢？咱真正会得到啊！啊，真正了解啊，事实真相，从清楚从明白咯。真正那从明白的人，无一个唔是讲一心求生净土呀。真聪清楚，真聪明白，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这个世间都爱离开啊，离开是智慧啊，真实智慧，智慧的选择啊。到家西方极乐世界。唔免去等成佛，成佛都要有一段时间。你去到会当回来这个世间，来创什么？来救苦救难啦、啊！真像观世音菩萨同款，到极乐世界得到佛力的加持，你做阿弥陀的菩萨，你的智慧神通道力。个观世音菩萨平等都会来啦，这是什么？这是大慈大悲啊！啊，无去叫做世界，你都无智慧，无心通，无道力啊！要你想帮忙嘛，袂当帮。那到叫做世界这种的德灵啊，隆重隆嘛恢复咯。啊！你虽然讲无成佛，如来故地上的智慧啊、德能啊、啊神通啊，你拢具足，你有能力来帮助大家啊。对啊，在这个世间啊，时间长短，你大自在。想要带较久，就会带较久；想要走，你去就会当走。伊敢未自在呢？啊，心系自在啊，都是行未自在呢。所以讲众生咧讲自在，众爱丁丁啊，伊嘛无自在啊。无自在啊！成佛啦，成阿罗汉啦，真正是得到自在。因来对讲这个外道，咱都要认识清楚，外道啥人？可能是家己啊，唔是别人啊。咱这心外求法啦、啊，这个外道。那若外道转来，无向外面求，向自性当中去求，安尼是都对啊。这都是菩萨。极乐世界是诸行变呢，阿弥陀佛嘛是诸行变呢，
中风邪念法师内面啊，讲得真好啊。我心，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我心。咱来求阿弥陀佛，啊，求诸圣的阿弥陀佛。诸圣外面都无阿弥陀佛了，求了世界是诸圣变呢。啊，不是诸圣外，既然是诸圣变现的世界跟佛陀，那会讲啊，求未到的道理呢？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求到了，你就看到了，就得到了。啊，向心外求啊，无这款代志，你未到呀。往生虽然讲容易，但容易到什么程度呢？临终最后一念是真心。对往生，那有人念佛念一世人，最后这念不是真心，伊就袂当去呀。啊，咱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都爱明了，用真心是正确的，不用真心是错误的。唔免惊别人欺我、骗我，唔免惊欺我、骗我，小事啊！我来去记录世界是大事啊！我敢会当去欺骗别人呢？袂用你啊！我用真诚心。诸事待人接物，为什么真诚心甲极乐世界相应？我无想要过去轮回咯，轮回是妄心成就的，我无想要去咯。极乐世界是真心成就的，我都要用真心，不用妄心。对，即卖开始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对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用真心吗？啊，什么是真心？十善业都是真心，不杀啦，未去伤害一切众生，不多，未去欺骗一切众生，不占一切众生的便宜，不淫，在家学佛不邪淫。不妄语，讲真话，唔通去欺骗人；不良舌，未去挑拨是非；未啊制造动乱；不忌语，未花言巧语欺骗众生；不恶口，讲话爱柔和。让人去听到感觉真正爽快，未错落，不贪不嗔不痴，今天就跟极乐世界相应，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啊，真正去做啊，我就回头咯。
啊，做偌久你就会看到这个效果呢？三个月啊，你认真做，念念不忘这十条啊，真修真行。三个月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烦恼少咯，智慧也增长咯。看问题，听人咧讲话啊，会当了解伊个意思。啊，听经就会听出道理出来。哇，你啊，信心坚定啊，真正好啊！我若未骗人诶，老师未骗人，老师都嘛希望学生好啊，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啊，为什么呢？对历史来个看，整个世界社会发展愈来愈复杂，今仔日的社会有这款的状况，阮老一辈应付不了。阮的智慧要超过正式辈，才会当应付啊！将来过二十年、三十年，阮这款啊智慧袂当应付咯。啊，下面的这代的人，伊也比阮更加高明，伊才能应付啊！这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啊，打着老师的肩胛头爬起去咯。这都是啊，现在教学之道啊。老师教一世人，学生啊不如自己啊，就完了。你有什么成绩通讲呢？学生啊，超过自己的时阵成功了，教育成功了。中国呢，伫古代，读书的人伫无啊，进贤官，就把像楼梯共款，头前加一层啊，后面是滚出来。你看舞台表演拢嘛有，阶级的大小是两片亲像石鼓共款。迄、那个当地拢是代表阶级，很普通一般读书人拢嘛啊，戴这款的帽啊，但是呢，无这两个石鼓，这表什么意思呢？头前这个是家己，后面是啊，下面一代，下面一代一定要关格我一代，表示社会有进步。啊，古代，你的围图的内底啊，都会当去看到帝王公侯，这什么呢？国家领导人啊，人地的帽啊，帽啊顶面有一块，边的一块板同款，那代表什么呢？平等。啊，国级的官员领导人啊，一定都要以平等心待人接物。
啊，这个刑警官头前有这个免流，皇帝呢都、就是啊十二条，话起来亲像唐尼亚同款，愈少呢，伊的地位就是愈低，大概伊是帝王公侯。啊！你详细个看，伊两边也各有两粒这棉花球，它伫耳孔诶。啊！你讲国家领导人看唔免看甲伤清楚啊，听呢嘛唔免听甲伤过分。啊！你是有智慧，唔免加了解代志，下面的人会替你办事。表法是伫衣冠顶面啊，容易近亲吗？这是啊，礼服。啊，现在礼服无咯。现在一般，用个集会来对，拢穿西装咯，表示咱中国的礼邦乐坏啊。甲外国人学咯，外国人领导人，咱就穿伊的衫，咱用伊的制度，一代呢写历史的人，历史是一代写的，不是当代。啊，清朝的历史是民国的人写的，民朝的历史是清朝人写的。下一代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是乱世啊，社会无秩序咯。啊，中国历代帝王啊是取得政权了后呢，啊，一定都是。五年来啊，都这类作恶，颁布天下，也知道就上轨道了。这叫做治世啊，无这物件乱世，真不幸。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唔捌有啊。清朝亡国到现在，这都是处于乱世，无上轨道。啊！而且这个动乱是感染到整个地球，全球啊乱做一团的乱。历史上过去没有的，要按怎来恢复大地？为何安定和谐呢？想的人真多啊！我嘛拄着未少啊，想不出方法啦、啊。古人、今人。有人，你用什么方法来砥砺呢？我念讲一句话，下期来对，建国君民高下为先。大家拢嘛，甲即句话疏忽咯。即句话重要，
定啊，唔通个疏忽，只要个教育办好，什么问题拢会解决啦。教育是要安怎办呢？啊，自家教开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这四种的教育若办好了，社会安定，世界太平，啊，这四种教育的理念方法、经验、效果，这就是真正真实的智慧。只要认真去做，地多多会出现。社会大地啊，国家大地，世界大地都会出现咯。啊，现在社会乱结固咯，我嘛认为讲。回归安定和谐，至少嘛，都要有三五年的时间。无想着讲，咱伫汤池做实验，三四个月，奇迹出现咯。啊，潮州的社长比咱更加厉害，咱三四个月，伊只要七天，二十一天，那会当何人敢相信呢？但是事实啊，啊，这件代志。是现在社会迫切的需要。我参加了几落摆的这个联合国的扶贫会议，六七摆咯。参加会议的人拢想讲，有什么方法会当让社会安定？会乎世界和平呢？这个信息，那个联合国讲啊，爱甲一切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讲。领导人拢嘛希望社会安定，社会欢迎，人甲人诶和睦相处，大家拢嘛希望啊，想未出方法啦。现行诶，即个立地即地啊，何况是教育，先看某人一生钢筋教学。四十九年，记录世界呢，是大宇宙的内面，最好的一个示范地区啊，原来做成呢，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这句都跟人讲了。
弥陀佛用教学的方法，造成的叫做世界啊。那若是用阿弥陀佛的方法来教学，这地球啊，相信不出三年啊，就会变成叫做世界咯。啊，问题就是讲，咱是物质的认知无，肯认真来做无？那有这种的认识，有这种的理智啊，来发心来做，会当做出来，不是做不出来。啊，马来西亚。华校的老师真正讲我，因的功德是真正啊不可思议。哪讲会救马来半岛，也会救全世界。希望讲大家有时间，佮来想看这个问题。今天的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